们来到了这个我的好朋友的店啊，嘉自成影像，这也是佳能的金牌授权店，也是大疆的一级代理。我还有一个是吧？发现一台炸的金雷式。然后没开业，然后我们去专卖店看，他们说秦家那家有卖千的。哇，这个是炸的好风光啊！你看，画的吗？120米下来的。哇，这里面炸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据说这台飞机买回来飞到120米，直接就掉下来了。要找大疆打官司，所以说这些细小的零件都能找回来，所有零件都被找回来了，掉在面前，牛逼！喂，举起叉啊！有很多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那个老外拍 Vlog 啊，用这台举起叉，它的麦克风。啊，到时候装个毛绒的东西在上面就好了，收音什么的还好，唯一它一个好处，翻转屏，所以说回去给大家拍一期试一下看，应该还是不错的哈，这么小，方便携带。我们这个快到了，200米以后，和朋友。没看到两个大神啊，专业的是设计师，对对对，专业设计师，还有一个呢，专业的屌丝，钓鱼屌丝。我们现在再开去一家工厂的路上啊，等会见。哎，我把包拿来啊，我的包还没拿。我们到了车间，好大的工厂啊！今天过来看一个模具，保密，保密，保密。对对。有没有很神奇？我们在一个模具的一个加工厂，因为要做一款相机的这个一个部件，所以说要到这些工序。这全部都是模具，全部都是钢模。从这结构上突出来讲的话，一个是你要想脱模，还是要需要这么多的抽筋肌肉，本身女性放进去的位置度啊，各方面呢、啊、就放不死。它有的时候是，它这个模具在放女件的时候，模具是开的，滑块都是在外面的，你这女件不可能悬空在中间。来，看得懂吗？大成是主代工，是我们最初出来的。那假设我们刚刚有出新产品，对对啊。那当你从这边过去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开口一下，一下这里。八百九十米啊，立在这边了。OK， 可以。刚才我脖子上怎么测啊？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下去找老张。怎么走？老张有没有？哦。怎么样？今天事情谈怎么样？情况还不错，至少得到了真实有效的情报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这电池太不给力了，又没电了，真是郁闷。把电瓶又接上，搭了一下电，还是不错的。现在去给车换一个新的电瓶。大家千万以后不要再买这个电池了啊！
什么牌子我不知道，因为它这边显示电池正常的时候显示绿色，嗯，坏掉的时候显示红色，可是我现在一直看这里面都还是绿色的，所以说差评。终于开工了哈，上班了，所以说现在过来换电瓶，刚刚的电池坏了，现在师傅正在帮我拆电瓶。我看到淘宝上有卖一个那种小的那种电池，它跟那个电瓶是连在一起的，然后它等于说会保养一下，保养这个蓄电池，那种有没用的？那个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看到淘宝上好像卖的还不错。哇，拆掉，其实这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哎，为什么不开发这个好一点的电池呢？这蓄电池太不给力了。搞定，非常顺利的启动了汽车啊！换了一个，这是多少安时的？这小电池啊，嗯，这算小电池的，45的，45安时，因为这边薄了一点。对，居然朋友半夜约我出来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福州比较。名胜古迹算是哈，商坊七巷，有没有人超多？有没有发现？我们等会跟他在星巴克碰面。最好的都过来，最好的快过来，为领大发财。